清姐姐于五日证实，黎文于五日逝世，享年48岁。消息曝光后，震惊整个演艺圈，让大家感到相当惋惜。曾经与黎文合作拍摄 MV 的徐伟宁，也透过 IG 发文悼念，用英文简单写下“永远爱你”，谢谢天使来过人间。徐伟宁也透过经纪人表示，他和黎文一直到今年2月都还有用手机联系。当时徐伟宁关心黎文的身体状况，黎文还要他不要担心，强调自己一定会好好的。对于突如其来的噩耗，徐伟宁也难过表示，他一定很努力很努力的让自己好起来，真的很辛苦也很心疼，心情实在很难过，不过相信他现在身体跟心理都没病痛了，希望在天上当个快乐的天使，谢谢他曾经给大家这么多的好作品。